您有脸部皮肤松弛的困扰吗？脸颊为悬空的构造，是脸部最快松弛的地方。脸部线条最重要的是咬肌，加色脂肪垫和脸上的组织松弛老化，造成下垂。八字回零线让苹果肌更加挺立，改善法令纹、木偶纹，使您的脸更V、更平顺。张光正医师专利八字回零线，拉回您的美丽线条。0088622973-8333。饰演哈利波特中妙丽的艾玛华森，清纯的脸蛋给人聪明的印象，但她的素颜，你想得到她才24岁吗？还有，早期可爱的欧美青春偶像小甜甜布兰妮，深深的泪沟在脸上，真的是回不去啦。西方人看似立体的五官，一旦卸了妆，看起来的样子都比实际年龄还要再老个5岁以上。真正的问题出在哪？仔细瞧，明星们的眼睛下方都多了条泪沟，实在让人不禁疑问：您累了吗？有了泪沟，是不是给人的感觉一整个没精神、睡不饱的样子？再怎么厚的妆，都遮盖不住那深深的一条沟啊！可怕的泪沟可真不是只要睡饱就能抚平哦。到底怎么样的方法最完美，也是最快战胜泪沟的问题？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泪沟，有请张帅来解析。立新美学诊所院长张光正拥有多年丰富的微整形经历，是变美回春的圣手，是人生医美界微创整形泰斗。张医师热心体贴，总是为每个客人量身打造专属美丽疗程。只有他服务的客人，不但外表变得焕然一新，同时也更具自信。由于张医师亲切专业的态度，深得客人信赖，因此也获得张帅的称号。医美一辈子，微整真功夫。让我们再次欢迎这个一届京城五最帅气的张光正张帅，欢迎。谢谢。越来越帅了啊、哦，张医师。刚刚我们 VCR 看到啊，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泪沟，对不对？是的。我觉得你今天这个应该睡得不错哦，这个你完全是没有泪沟的，还是因为用眼镜遮起来？眼镜挡着。眼镜挡着。不过泪沟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杀伤啊。很多女生啊，其实她就算睡得很饱，是，但是旁边的人都看起来说，哎，你是不是好几天没睡了？哦，就是因为有泪沟的关系。是，所以你看有一句话，你看。我不是睡不饱，但是泪沟让我特别显老。真的，刚刚我们看到这个 VCR， 又看到我手上这个 CG 版，你看很多这些好莱坞的明星哈，这些女明星化了妆漂漂亮亮，卸了妆之后，你看完全换了成另外一个样子，就是因为泪沟影响这么大。是，你看啊，因为我们看一个女生哈，我们说眼睛是灵魂之窗，那最靠近眼睛的这个问题啊，每个男生一看到你，马上就非常的明显哦，尤其是泪沟，现在许多女生都有这个问题哦。那既然是这么严重，这个泪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这个外在，那为什么会产生泪沟呢？要请教张帅了。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泪沟图哦。它泪沟大概就是我们眼睛下面一个往斜下方大概45度的一个深色的黑影。可是这个泪，大家每个人一看都知道这有一条沟。这个有时候是跟黑眼圈也有一点，它其实是有相关的哦。对对，之后我们有一集节目特别在讲黑眼圈、它其实是相关的，但是两个是不同的问题，是不同的问题啊、我们之后再详细介绍到底什么是黑眼圈。那会不会因为有那个泪沟的关系，反而变成有一点卧蚕？哦，这个就是大家很常误会的地方。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哦。你看这个图、这个图呢，上面这个叫卧蚕、这个叫泪沟哈，这叫泪，但它中间还有一个小眼袋。这里我要特别强调，
泪沟、小眼袋跟卧蚕，它是三个不一样的东西。嗯、你看哦，特别是卧蚕，其实是很多女生喜欢的。喜欢的。但眼袋跟泪沟是我们大家都想要把它去掉的。嗯、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来跟他探讨泪沟到底要怎么去处理。对抗皮肤松弛新对策，新式微创拉皮。接着再利用张光正医师专利的八字回零线回路拉法，拉提深层筋膜层，达到浅层紧致、深层拉提的效果。立新美学诊所欢迎您的到来。对抗皮肤松弛新对策，新式微创拉皮。接着再利用张光正医师专利的八字回零线回路拉法，拉提深层筋膜层，达到浅层紧致、深层拉提的效果。立新美学诊所欢迎您的到来。帅张让你知，好的医师让你上天堂，不好的医师让你住病房。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特别是在讲泪沟哈，泪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泪沟。泪沟其实非常的困扰人哦。那其实，在微整形里面呢，很多医师都认为泪沟是在打针上面一个比较高端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简单的一个解剖图哈。那其实事实上哈，我们先看这个是一个眼睛的一个表面哈，眼睛的表面当然是皮肤。我们把这个皮肤如果把它去掉哈，我们看到这个皮肤下面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眼轮匝肌哈，它是用来挡住我们眼球哦，还有把眼皮做一个关闭的哈。那在这个眼皮跟眼轮匝肌呢，这个之间就有一层薄薄的一层这个脂肪哈，这个皮下脂肪。我们再把这个眼轮匝肌去掉，我们再看，在眼轮匝肌下面呢，还有一层这个深层的这个脂肪。一般我们指的泪沟，就是指这个图上面哦，这个深层脂肪它流失。因为这个深层的脂肪流失哈，所以才会让底上面的皮肤跟它的眼轮匝肌贴在骨头上，就形成这样一个凹陷。所以一般如果我们一般的医师他在打玻尿酸的时候，他针对的就是这个深层的这个脂肪的位置，他用玻尿酸去做一个填充。有很多人他的泪沟并不是只有刚刚看到前面说这个深层的部分，他还有浅层的地方也出了问题。好，那这个地方偏偏用玻尿酸是不能解决的。像我现在发展出一个技术，就是我们用这个童颜针哈。什么是童颜针哈？这个就是童颜针。那童颜针它是一种药水哈，在以后节目中我们会介绍，它会刺激胶原蛋白大量的增生，许多的两岸很多艺人都会用这个东西。我们用这一层药水，我们把它铺在我们这个现在看到这个眼轮匝肌跟皮肤之间这个皮下脂肪，我们把它大薄薄的铺在这个地方。好，那它打出来的效果，它不仅可以同时改善深层的泪沟问题，它可以改善这个我们现在我们说到在皮肤跟眼轮匝肌这一层这个皮下脂肪的流失，所以它做出来的效果不仅是这个深层的这个泪沟改善，它连这个黑眼圈啊，哦，它都会可以改善。改善法令纹、木
耳纹，使您的脸更V更平顺。张光正医师专利八字回零线，拉回您的美丽线条。00-8862-2973-8333。